你。然后当你觉得你自己很自卑啊，你是一个很受伤的人的时候，我发现也都是自己给自己，所以产生那些受伤的情绪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多关心自己，然后多关心别人，然后不要等到别人真的不想理你的时候，真的离开了，你才知道原来要怎么爱对方。对，这时候那个邓紫棋有唱翻唱，然后原唱是苏芮，是否？对。7月5号2013年
的话，就我姐带我去浴场，然后我还逼她啦，她就说，你看啊，你就每次都这样啊，啊，你每次呢都不把自己做好，然后说她就盯着我，盯着我到她的教室，她现在在花莲教书，就说你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写下来，你把你觉得你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写下来，清清楚楚的叫起来，然后就说，妈，我不要，很烦呢、欸。我每次都有那里翻呢、欸，可是我后来才发现，我姐真的比我姐比我妈还像我妈，就这样带着我啊，然后每天打电话啊，就说你就是写下来就对了，你不管你现在到底是怎么样，你就给我写下来，对，所以就是要告诉大家说，可能现在你有很拥有很大的梦想，说我一定要环游世界，我觉得有什么不可以，你就写了啊。然后我姐告诉我一句话，她说，当你想要梦想的时候，你必须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说要上班的要上班，要读书的要读书，要煮饭啊，你要做很多事情，你就是要做。可是，在你做的当中，你的梦想就会不知不觉的悄悄的走到你的旁边。我觉得我真的在我姐身上学到很多事情，而且我也非常的爱我姐，超爱，因为她真的就是。他是一种那种妈妈带出去一定会喜欢的，他说啊这个哈、哦、一定很棒，然后跟他做任何事情都不用担心。他教我说，你一定要做到言行一致，你说什么就做什么，你想什么你也要想到做到你要讲的话，人家才会对你有信心。对，这是我在他身上学到，所以他骂我啊，我都不会反驳他，我就默默的给他骂。所以这首歌呢，也是在我今年毕业班，我忘记应该是毕业班，应该每一班都有唱到，我忘记六年了，可是每一班我都会希望他们唱这首歌。